今天晚餐来吃中菜，巴黎的地铁会很脏很臭。我想要出门啦，我今天要再去一次凯旋门，我要去找朋友。他们的电梯，如果一楼的话是零楼，然后门打开，你还需要自己再推一次这个门。他们路上都有这个电动滑板车可以借，看起来好像很方便，改天我也来用用看。到啦，凯旋门就在前面。他们在卖可丽饼，看起来好像很赞。这边有超多人，好像现在在举行阅兵，不是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哎，怎么有点怪尴尬的感觉？这样，真的好小哦。我们是买吃，早上。OK，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买一个。好，我觉得你可以买一个那个。好，是铁塔，是反光在这里。我们现在是哪？杜勒利花园。然后我们要去找艾蜜莉跟敏迪相遇的喷水池，好浪漫哦。哦，这边好漂亮哦！这边有个喷水池哦哦，会不会就是那个？好像太阳开始下山了，现在是7:30，然后我们要走去罗浮宫，这边是。花园，然后罗浮宫也在旁边而已。他们连施工都会，那个布都会弄得很漂亮，不破坏市容。这边就是罗浮宫，有没有看到那个金字塔？这是小凯旋门，上面有很多很漂亮的雕刻。哇，我们来到。罗浮宫，等下金字塔在这边。但我今天没有要去逛，因为今天算是一个经过而已。你小心哦！可以有意思，有道，意思有道。讲中文。我们现在在外面，然后可以直接用中文点菜。这位是 Bessie， 我忘记他名字了。你完蛋了。Cleo， 哦对 ，Cleo 啦 ，Cleo， 我一直在想 Chloe 还是什么的。Cleo， 这位是 Cleo， 我们在。飞机上面认识，对啊，棒哎，还好有过人，还好有遇到。我们今天晚餐来吃中菜炒饭，然后这个是糖醋排骨吗？猪脑肉，好，然后麻婆豆腐，开动。没问题，一定把你剪进去。漂亮的地铁站，因为在罗浮宫附近。明天见，拜拜。现在是10:15，我刚出地铁站，现在在走回家的路上，回家大概10分钟左右，然后。
现在晚上巴黎就真的路上行人跟车都少蛮多的。明天的话，我会一样有跟那两个女生一起约，我们要去蒙马特，我们要去双风车咖啡馆。虽然我没有看那个艾米丽的《异想世界》那部电影，对，但是还是想要去朝圣一下。明天见。早安，今天是9月几号？4号。今天天气很好，昨天比较凉，然后今天是一出门就有大太阳。原本要去蒙马特，但是跟我同行的妹妹们，她们今天想换去拉丁区。现在在他们地铁站里面，然后很多人都说他们巴黎的地铁会很脏很臭，但我个人是觉得还好，就没有很脏，臭的话也还好，就是他们的香水味吧，也不是臭。然后我刚才搭错边，所以我现在要搭回去。不知道是什么，看起来好像有点邪恶。还有那个紫色的四季豆。Les chansons de Prévert me reviennent. Wow, c'est cordillé.是我经常吗？好，是哪一间的吗？来，请问是在那间讲英文的吗？好，该。刚才经过一间店，我们只是在看他的菜单，然后那个店员他就是跑来用英文问我们要吃饭吗？很好，锁定会讲英文的店就对了。我们再看他会不会再用英文来问我们一次。Bonjour, hi, three. Yes. Okay. Thank you. 这个是法式肉肠的样子，然后薯条。French fries in French. In French. 餐是法式肉肠，然后我刚才已经把它吃完了。好吃吗？应该算好吃吧，可是它臭臭的，就是有猪肉臭，还有那个猪肠臭。我就直接在人家餐厅这样批评人家的菜，然后还问说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然后你还要点头说不错不错。不知道是因为刚才吃了那个很贵的，现在反而觉得这个没有很贵的感觉。绑架呢？哎，我们在看蜜蜂吃饭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谢谢姐姐。刚刚买了一个大的，他还送三个小的。甜甜的，空的，有点像泡芙的感觉。Mango。Just let it rain on me.
吃冰淇淋。我的是芒果的，然后是巧克力，我的草莓，都吃起来 QQ 的。它是一个花的形状，但已经被我毁的差不多了。先前寺有很多名人都葬在这。是糖果店哎。我妈说这是名牌餐具。对啊，这好吃啊。这好夸张哦！各种花衬衫。这里莎士比亚书店，对啊，看起来是。对啊，排超长的。我刚刚买了一个明信片，然后他给我一个纸袋，好可爱哦，莎士比亚的。这边是正在重建的巴黎圣母院，好伤心哦。这一个一个的好像都是那个旧报摊，但现在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礼拜天很多都没有开。现在回来香榭丽舍大道，然后我现在去逛 K Mart， 我要买一些泡面。吃泡面跟咖喱块。Taxi， 现在七点多，天还很亮，所以总会家具都安全安全的。那今天的影片应该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